译者翁玉煌新北报道。新北市莺歌区今天举办动健康暨社会福利宣导活动，区长周进平邀民众一起活动筋骨，立委苏巧慧也协同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场发椰蛋糖果，祝大家佳节快乐。莺歌区的动健康暨社会福利宣导活动在户外广场举办，天气虽冷，仍有上千人到场，希望有好运亲们将一台50寸电视或电动自行车摸彩品带回家。主办单位还安排大家一起跳广场舞，活动筋骨，享受健康。苏巧慧则在旁举办莺歌区的里长摄影展，还请来他父亲电火球苏贞昌与老朋友们话家常。苏贞昌说，感谢大家在巧慧首次参选时在每个里都能拿到高票，他也希望苏巧慧能够随时关心地方需求，全力为乡亲争取。两人还戴着椰蛋帽向在场民众分送糖果，祝福大家佳节快乐。